都没有用，傻逼他恨我，祷告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全部都还给你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真的没有喝，真的没有。你不觉得这一切像是在暗示什么吗？这是天主对你的考验，难道我这样考验还不够吗？不要吵了，我送你们一张签了，刚才遇到算是缘分了。